予你两项选择：老虎或者老喵。反正是我拢走不了了，所以啊，何不让我在死之前畅所欲言？聪明如你，祝你此前今日是一场死局，你也无报小罗之国君前来。我此前苗王是一名人君，所以别担心会出现以刀为绳的场面。先到入侵，以血破路，始终苗人命为初界，死了我这苗疆子民。你认为在此前提下，仁义用在你身上是何妥当？我只认为苗王也未下令杀我，已经落实人君的行为。但我更认为苗王既然是人君，难道先祖就不能有超越苗王的君王出现吗？先祖之龙，你又认为谁也是这样的君王？就是我家君兄开阳武克。我听你在放臭屁！开阳武克乃当做明君啊，那我早就是如来佛祖了。就算你确实如虹，也无法改变无辜性命牺牲的事实。无论你是残忍化破坏和平，侵略其他地界不行，也无可能改变。我王无清楚自己是何人，成为一名好君王，但在现实处境，对你我王一心无可信。王邪惊天，气狂烈，王驾破千灵。王兄，京中啊，你看这个局面该如何？阁下万不惊心，却心有性定。我想留下最客，悄出来细闻乐见。哎呀，你拢这样说了，我也是选择留命吧。不过，连吉风兄过去依恋的高情，国皇军请求注意放伊离开。国皇军，以风兄的个性，恁要杀我，一笔时间到底，届时恁要欠伊，定是两败俱伤。我不愿见到此景，何况若真有解开拜托一念的迄一日，自意难道无想看风兄所选择的立场？军师怎样讲？今日王上想讲什么，做什么，便拢是微臣的建议。我王相信你有脱身之策，你也明知风逍遥与苗疆的关系，但这样的话术动摇不了阮彼此之间的情感。既然如此，为何又要强留？为了风逍遥，就得着一起起狂灭龙红云。注意可听过仙渡红棍玉露七仙，下游坐步，未识将军，奉孝七位做车夫人，县官五弟做吉祥，指挥玉鼎，大破马将，县官军带色专胜，奠定江西部族一统，是为人族开条之始，立于县委阶段初愿。
汉密相而不被道，初中者受经多经，改为行路，正是苏南车最大的秘密。不愧为综合县员黄帝宽骨所成的王国新气。言，这个轮椅就是苏南车，虽然都造真正常，但也是真甘愿啊！我顺利到好虎逍遥，但至少确定了重要的情报。想未到苏南车有这般神奇的用途，难怪国防军家独窜万军。今日辛苦王兄了。就无他事，回城吧。苍龙今仔日是怎样一回事啊？王兄大概是压力太久了。巧出来，方才个王小太冲动，今日是为了结仙国皇军一场底牌，目的已成。王兄何来冲动之势？虽是照原本讨论之行，但国王终究是动怒了。王兄目对自己太严苛，今日的信息是因王兄而注定。现在咱有了迎接反击的机会，也希望能早一日将风逍遥带回。巧出来也是这样希望，打起精神。我王相信咱能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。哈哈，那巧出来当真要为王相打起精神了。